京城一地，没有，您戴这帽子显得这个跟上回不一样了，是吗？嗯、你也很瘦了，都是腿都抬不起来了。我开着这机器呢，我一边进吗您？我这等人，程志健，这是何谷可立他们来。哦，啊、那我陪您一起等吧，我陪您一起等、啊。对对对，啊。那个谁，小红也在那儿吗？啊，王小红。王小红。哦，他王半成，我老管他叫。王半成。王半成，他进去了。他进去了，那掼蛋了。啊，我不会弄。啊。那个的，他是您这是八路协会，他那是新四，他那是新四军协会，他这是陈志健那个协会。陈志健那个，因为陈志健马上就到。哦哦。我一狗陈志健给我的，养了13年。啊，是吗？死了6月死的，我都走路都走得过这儿来。我一走，我一不带着狗，我出来我都不习惯。他跟我说撒手没仨月就丢，我养了13年。问题是我从来不拴。哦。嗯，我走路就老跟着我走，我睡觉跟着我睡，然后现在一下。我们也特熟。哦哦。熟悉了。啊啊啊！小时候我们俩那么特好。啊。嗯，哪天我说到你那儿，行，造访一下吧。行行，我那儿特挤。我说那个，您是我师，您是我师兄了，您是，您是几七八七七？我是七二。啊，七二，哦哦哦。我出生1947年。哦哦哟，那您老大哥，那我哎呦，您比我大，我61年，我六一年。六一年的啊。陈志民国的，你是新中国的，哦、对我新中国的。陈志健一搬家，我就跟他，我就以前我去单位一路过走到临近胡同那儿，我就在他那儿坐会儿。对临近胡同，哎，对对对，常去。对，现在搬到那个哪儿了？四道口。也不远。哦，他说四道口，我就没去过啊。大钟寺呢？对对对对，那就是冷库吧，冷库那附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马上就到。啊，最新的那个啊，出场没立场，哎，这不错，是吧？对，对只到场没立场，哎，这能团结，对对对对，所有人，对啊，所有朋友，对，不然的话就你就不能干，不能干不下去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法干啊。就但现在他们都是先有立场，先分拨，哎，对对对，咱们北大兼容并包，我们不占拨，是吧？没拨，对对。嗯，就是说那个社会责任我们有啊，对对对，啊，那小平，我们家头杨小平啊啊，您没叫他杨晶晶啊？我上次叫了，这次、啊、他住的也不远，他住那林翠路那个总装宿舍，对，那时候我老去呢啊，他还敢说，他敢说，哎哎哎，这是我们这个高主任，哦，高主任，哦，哎，主任，哎哎哎，啊。老朋友啊，老朋友啊，校友伟大，我是他师弟，他是72级的啊，啊，再上去吗？等呢？我在等陈志健。哦，啊，说他陪我这等等啊。人家来了十多个，今天请了一个，原来是33个人，现在有的来不了。啊啊啊！老了就突然间各种事儿都会多，哎，我在中东的时候有一哥们叫马卫公，你可能也认识吧？他们家也是宁夏的，是马俊的孙子。哦，马俊的孙子我都知道。马俊的孙子。他们是不是他们来了？哦。哦。那谁给打个电话？小孙子给我打个电话，说他们出发了。嗯，马卫公那时候现在有多大年龄？他比我还早退休的。哦，那是吧？现在马卫公，对，我也认识马卫公，但是他国际台的，我在埃及的时候，他是国际台的。我们俩去以色列、去黎巴嫩，都我们俩一块儿去的。他跟那个以色列总理，他们那个大楼里边有一张照片，他跟那个佩雷斯合影，我照的。我一去一看，挂在他们院里。说那个以色列那总理什么？那塔尼亚胡被炸了，今天有一个。那我还没看，我路上没上网。啊，没上网。不大会吧？就是我。他跟他哥哥是打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打那个中非的时候，就救人质的时候，他哥哥打死的。啊。那、哦。以色列特别狠，真是特别狠。嗯，对，以色列太狠。马卫公是学阿拉伯语的。
啊、我们俩去以色列，去过以色列 啊。嗯，就阿拉伯人很可怜啊。志军，哎呀，不错，嫂子，哎，狗死了，养了13年，死了，养了13年，然后我又狗13年，我养了死了，6月死的。你还好，我好，我很难过。难过，你现在很少见您出来了。对，我狗死了，我狗死了。今年今年一放大哥，谁唐老鸭？对，我狗，我直接跟你说，你给我的狗吗？我跟你说狗死了，你不理我。你说3月我就得丢。没认出你是唐老鸭。对，我也老了，我都退休3年了。啊。我走到这儿才想起来，他是我师哥，我怎么会是你？他是我师哥，啊，北大的，啊，好久没见了，是，我就老那个，原来在你微博上还能看你，微博给我封了，封我半年，胡锡进封。封我半年，封他3月，封我半年，到10月14号就解封了。解封了就可以写了。对，我什么也没说就给我封了。胡锡进什么都说封他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咱们再说。来，大哥，您先走。嗯。